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侯佩岑八月透露紧急剖腹产下二宝 FN， 却发现宝宝罹患新生儿溶血症。他昨在记者会提及这段抗病过程，眼泪忍不住溃堤，竟晒出温馨大小儿子及母子合照，感动 PO 文谢谢大家的关心。侯佩岑晒出妈妈视角捕捉大儿子脸细心照顾弟弟的照片，以眼口吻发文写道：谢谢叔叔阿姨们的关心打气和祝福，弟弟很勇敢，我也会帮爸爸妈妈照顾他。另一张照片则是他戴眼镜口罩，身穿白 T 深色西装外套牛仔裤，目光俯视抱在怀中的 Ethan， 两人就这样静静坐在医院的椅子上。出生三个月的 Ethan至今进出加护病房三次，侯佩岑透露每次带小儿子去医院都好紧张，如今状况总算稳定。文末也感激地说：由衷感谢大家温暖鼓励和分享。侯佩岑小儿子罹患罕见的新生儿溶血症，三摄自侯佩岑脸书。侯佩岑发文感谢大家关心，三摄自侯佩岑脸书。侯佩岑坦言每次带小儿子去医院都很紧张，三摄自侯佩岑脸书。